兄弟们，我们到底该咋办呀？自从上回我们哥仨惹蛋搭子生气之后，这小子直接就不理我了，给他发消息也不回我。没错，秀儿也是，现在连保安队站岗都不来了。玉儿也是，早上的爱心早餐居然都不给我加一些煎蛋了。去你丫的！慧哥，你这分明就是秀恩爱呀！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哎，你们说咱们还能和蛋搭子和好吗？屏幕前的兄弟们，觉得能和好的请扣一，觉得不可能和好的就扣二。扣一，兄弟们可一定要扣一啊！瞧好吧。哎，对了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人，要说最会哄蛋搭子开心的，那当然得是机甲大佬了。哎，走走，咱们赶紧去机甲基地请教他一下。A few inches later。机甲大佬，你可得帮帮我们呀！好说好说，不就是哄蛋搭子吗？我教你们最好用的一招。我就知道你有绝招，哎，到底是啥呀？你们直接把游戏的皮肤全买了送给他不就行了？不是大佬，我们压根就没有那么多钱呐！没钱，没钱，你们要什么蛋搭子？给你个蛋子吧！好了好了，我再教你们一个好方法。啥呀？不会又是用钱砸吧？不不不，是给你的蛋搭子准备惊喜。之前我和你们机甲大嫂玩过一个开盲盒的游戏，里面满满的都是惊喜。玩完之后我明显感觉他更爱我了。哦，我们懂了，机甲大佬。来，兄弟们，想看我们和蛋搭子和好的点个赞，点赞越多我们和好的成功率才越大呀。走，这就带蛋搭子开盲盒去。 More moments later。小子啊，相信我，这里边全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，一等抽到啥可一定要老实照做哦。就你还给我准备惊喜，我怎么感觉这里面全都是陷阱呢？啊，不可能，你快去试试看。去你丫的，我看要是让我抽到啥惩罚你就死定了。让我看看你抽到了啥，不会是让我亲一口吧？啊，不是啊，小子他人哪去了？妈妈，这什么鬼地方呀，赶紧救我呀。你这盲盒是故意的吧？哎，小子，你别生气，再抽一个嘛，我保证后面都是好东西。行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。来了，老弟，让我看看这次抽的是啥呀。惩罚自己跑酷。哎，这小子，这也是为了让你锻炼身体嘛。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跑完的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小子啊，肯定是你手气太差了。来，这次我来抽一个。哎，佛祖保佑，给我来个甜蜜互动吧。杀！惩罚对方去跑酷。可恶，娃卡，你肯定是故意的吧？这么长的跳格子，猴年马月跑得完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娃卡，我不行了，你这人简直有毒，我不想和你玩了。啊！我服了，这都什么破盲盒呀？也不知道浪哥他们那里怎么样了。两个快看，我抽到了什么？我的天，居然是真心话大冒险！那秀儿，你选哪个呀？当然是选真心话。说，你心里最重要的女蛋是谁？肯定是我们聪明可爱、智勇双全的保安队副队长秀儿啦。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哎，秀儿，你是不是已经不生气啦？好了，浪哥，你都给我准备惊喜了，我肯定不生气了，好吧？我感觉好极了。不是吧，浪哥秀儿这么快就和好了？那再看看辉哥他们呢？哟，哎呀，这机甲大佬的盲盒果然管用，不仅抽到了学狗叫逗玉儿开心，还让我抽到了唱爱如火。在我完美的歌喉下，玉儿哪还有生气的道理呀？不是吧，辉哥浪哥都和蛋搭子和好了，合着只有我抽的盲盒有毒啊。